接受了恶念之神的考验，罗刹神在杀戮之都留下了自己的恶念，而我逐渐迷失本心，获得了修罗魔界的认可。难怪此剑能与海神三叉戟相抗衡。你杀了他？我们只是敌人，还得尽快赶到星斗大森林呢。武魂帝国的其他人也在这里。秦学长，秦学长他们是为了大明二明而来，我是一定要去救他们的。